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高凯峰，我是狗狗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凯凯如，我是弟弟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龙卷风的威力有多大，我们去看吧，走。走吧，如果遇到龙卷风的话，记得不怕吧。如果遇到龙卷风要关掉电源。如果遇到龙卷风要躲下地下室。你在家里里面吗？记得不要靠近这个镜子，不然那镜子会爆，然后尖尖的会割到你，你会流血，然后会受伤。OK， 记得不要靠近镜子。大家要知道遇到龙卷风要怎么做，然后记得不要只顾着拍照。拜拜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你们心安明白了吗？